《论语·述而第七》三十，子曰：“人远乎哉？我日人，斯人至矣。”三十一，陈思败问：“周公之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退，衣物满其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曾子不党，曾子亦党乎？曾耻于吾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，知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乌马其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信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三十二，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贺之。